来看国民党台北市员陈中文，亲像收监视器业者台地公的乌色。台北地方法院信后认为讲可能会串供，所以裁定羁押禁见。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是捌讲，伊饮一案饮八档了。今仔日搁再强调讲，因为无法度解药，伊嘛已经拍拼去监督了。嘛至于讲台地公案伫张万安任内预算搁再增加，也毋过张万安是表示讲预算是依法编列。穿着青色的衫裤挂水烟，台北市员陈良文双手靠手铐去哩犯人车，准备被登记看守所。边啊一个涉嫌家一个查甫囡仔开开虐待死的姓刘的尼母，两人意外共镜头。陈良文涉嫌收经营监视器业者的乌色钱，台北地院第二个裁定羁押禁见。李宗茂也表讲，早伫今年年初，台北市会经济卫生委员会审议的议员就表讲。业者戴志光加持户议价时阵态度真下摆。为什么每一年警察局跟台志光在讨论时候会趋于这么被动哦？原因是因为你们没有替代的方案。让警察同仁私底下跟我讲说，台志光哦委婉的讲了一句话，我听了这句话哈，我就火冒三丈哦。他就说，哎，你们市长哦能不能撑得起三天断讯呢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在威胁吗？当时就不应该。去成立这一家台志光公司，然后又允诺他那么多长处优惠，这等于是一个马关条约一样。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讲，台志光的背景正硬，批评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早就知影代志正严重，严过也是编无算。郭文铁回击讲，伊伫林内甲无算案是编4.6亿。计当年张万安上任，上好议会有上差变作5.5亿。财团勾结议会，榨取国家钱财，这是在台北市政府留下最后一份公文。我编的预算是4.6亿，为什么隔一年换蒋万安上来的时候，他送到议会的预算是5.5亿，多了9000万？我们都是依法、依规定以及依相关的合约来编的预算，还有包括议会的弹书以及设备的增加。郭文铁解释讲，甲台志光的网络传输契约是伫郝龙斌时代就签的，而且一签就是25年。虽然伊伫年内想要解约，因过对法务局、资讯局所查到的合约的规定，台北市政府无法度解约。迄当阵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力监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